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18年10月9日，星期二，欢迎你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以及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省大部的天气都比较寒凉，局地有降雨或降雪，局地的寒。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有小雨。我省大部分城市最高温为12到14度，长春白天最高温为13度，夜间最低气温只有2度，气温比较低，大家要做好保暖。好，了解完天气，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十一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3亿人次，十一黄金周全省旅游市场创收过100亿，查干湖旅游经济创历史新高。四川达州人行道路面塌陷导致2人遇难，四川特警探亲时遇火情，危急时刻徒手爬上3楼翻窗灭火。网传广东中山一对情侣拿3张8万麻将牌买车被暴打，4S店表示纯属谣言。国际方面，3名中国公民在中非共和国遇害，目前12名嫌犯落网，抓捕行动仍在继续。体育方面，2018世界女排锦标赛，中国女排横扫阿塞拜疆，赢得复赛2连胜。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来关注十一假期。铁路国庆假日运输从9月28日启动到10月7日结束，10天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3亿人次，同比增长10.8%，多项指标都创出了新高。从9月28号到10月7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31亿人次，日均1306万人次，同比增长10.8%。10月1号，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1625万人次，创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乌鲁木齐、成都、昆明、西安等8家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发送量同比增幅超过10%。京沪、沪昆、成渝、广深、成济等44条高铁线路刷新了开通运营以来的单日客流最高纪录，高铁成为主力军。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8434列，同比增加1130列，运输能力安排为历年之最。其中，动车组列车5923列，占到列车总数的70%。动车组共发送旅客7606万人次，同比增加4.8个百分点，占旅客发送总量的58.3%。新线首秀受追捧。首次投入国庆假日运输的广深港高铁、哈加铁路、昆楚大铁路、江站铁路等新线客流需求旺盛。广深港高铁日均开行跨境旅客列车181列，运送进出港旅客6.8万人次。哈加铁路日均开行动车24列，累计发送旅客22.6万人次。昆楚大铁路日均开行动车73列，累计发送旅客45.2万人次。江站铁路日均开行动车59列，累计发送旅客59万人次。国庆假期结束了，这7天的假期当中呢，全国景区共接待国内游客7.26亿人次，超大客流带来的各类消费也异常的火爆。据统计，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4万亿元。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景区共接待国内游客7.26亿人次，同比增长9.4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990.8亿元，同比增长9.04%。超过90%的游客参加了文化活动，前往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的游客高达40%以上。出境游方面，全国边境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357.8万人次，较去年国庆长假同比增长9%，其中入境663.8万人次，同比增长9.8%，出境694万人次，同比增长8.2%。各地边检部门多措并举，减少旅客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4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9.5%。各地有机食品、金银珠宝、超高清电视、智能手机、智慧家居用品、汽车等商品销售红火。同时，网络购物、网上订餐、定制旅游、共享民宿、移动支付等新兴消费模式持续蓬勃发展。国庆假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后的首个旅游高峰期，慕名而来的省内外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双双呈现井喷式增长。截至10月7日16时，查干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1.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7亿元，同比增长576%。国庆长假期间，查干湖景区宾馆饭店持续爆满，其中10月3日景区游客接待数量达到历史峰值，当日共接待游客6.6万人。从客源结构看，除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区传统游客外，京津和长三角等地区新增游客数量翻了两番。生态环境挺好，有很多野生保护动物。第一次到长湖这个地方来玩，感觉这个风景非常好。第一次来挺震撼的，特别美。黄金周期间，查干湖景区旅游接待及安全管理井然有序，实现游客零投诉。为丰富游客体验，景区推出大韩蒙古风情园、竹筏观河、野鸭湾湿地公园等旅游精品线路，布设导览图和二维码，开通旅游服务热线电话。同时，景区启动旅游接待应急预案，为游客提供24小时应急救援服务。出现了生态游的新热点，今年我们的圣湖游船观光，我们的大地花海，野鸭湾，包括我们的湿地公园、湿地风光，都引来游人的驻足拍照。为保障查干湖的生态保护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景区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各餐饮经营业户统一新建防渗漏化粪池，对生活污水及时抽集进行无害化处理。景区核心区内48家饭店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实现达标排放。旅游垃圾实行统一收集、统一运输、集中处理，做到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鸟叫声就特别清脆，特别吸引游客。查干湖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对我的生意当然也是越来越好了。查干湖国庆黄金周持续火爆的旅游市场，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好绿水青山，才会年年有余。下一步我们要认真加大查干湖景区的旅游功能的建设，增加旅游公厕、餐饮、宾馆等旅游服务设施，把查干湖打造成为世界的名湖，让查干湖成为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典范。昨天，吉林省旅发委公布了2018年国庆节期间吉林省假日旅游市场统计数据，一起来看一下。国庆节期间，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包括了桦甸白桦节、蛟河红叶节、敦化满族斑金节等8大类42项主题突出、内容丰富的旅游节式活动。截止到10月7号，全省共接待游客1584.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25%，实现旅游总收入111.39亿元，同比增长22.87%，人均停留2.49天，人均花费702.84元，同比增长5.69%。乡村旅游游客数量约为415.29万人，同比增长28.7%。与往年国庆黄金周相比，今年我省旅游市场特点突出，主要是自驾游比例提高，中短途出行采取自驾游方式的日益增多。另外，周边一日游市场火爆，一日游游客为984.15万人次，占总人数的62.1%，同比增长18.55%，实现旅游收入44.02亿元，同比增长32.19%。国庆假期，省公安厅启动每日视频调度机制，有效提高社会面防控等级，严格落实1分钟、3分钟、5分钟快速反应要求。全省公安机关每日出动巡逻警力7500多名，警车2600多台。全省交警部门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大整治，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各地公安机关切实强化景区秩序维护和大型活动安全监管，没有发生拥挤踩踏等治安灾害事故。同时，省公安厅还派出5个工作组深入各地开展专项督查，现场查纠问题隐患157处。据统计，截止期间，全省刑事案件、火灾事故、交通事故同比分别下降59.27%、65.73%和72.40%，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有序。
国庆期间，省安委会四个暗查暗防组深入各地，加大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的执法检查力度，对发现的安全措施走过场、应急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暗防组均已作出处罚或责成当地有关部门督促整改，确保全省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数据显示，全省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70.6%，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54.5%， 实现了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近日，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长影频道观众日文艺晚会在梅河口市举行，晚会在舞蹈《花开四季画眉城》中拉开帷幕，众多国内知名歌手带来的精彩演出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继续来看新闻，在短暂的国庆相聚之后呢，很多回家陪伴父母的游子会陆续的返程，投入到工作当中。这两天，网友们开始晒出了被妈妈塞得满满当当的后备箱和行李箱。妈妈亲手做的马蹄糕、花椒面、土炸花生油、芝麻油、长养的土鸡和现杀的黑猪排骨，满载而归都是土货。有网友说，离家的那一天一早醒来，奶奶和妈妈就忙着剁肉馅儿包饺子，爸爸忙着剁鸡肉和鸭肉，各种新鲜的食物和土特产塞满了整个后备箱，开车走的那一刻真不敢回头看。还有网友的家人也是一大早骑上阵，在地里忙活着，地瓜、冬瓜、南瓜，还有各种玉米、青菜、毛豆、番薯叶、生姜等来自家乡的蔬菜，把整个后备箱塞了个严严实实，那感觉就像是把整块田都搬了来。东西都很朴实，并没有多贵重，更是父母满满的爱。就是我看你带了好多东西啊，妈妈有没有给你带点什么吃的？啊，吃的、喝的，还有穿的。这是我妈妈，刚给我套的被子，然后让我拿到合肥。锣鼓喧天的国庆假期是父母眼中的团聚日，小小的后备箱是父母寄托牵挂和思念的载体，这些家乡的味道温暖着游子的出行路，滚滚车流载得走满车的土特产，却载不尽家人的爱。我只是希望孩子别在外面浪费时间，借着时间珍惜自己的青春，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果然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不论是行李箱还是后备箱，爸妈总是给孩子装得满满当当的，承载着父母对子女的那份沉甸甸的爱。那么今年十一，爸妈给您准备了什么呢？您的后备箱塞满了吗？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就有机会获得奖品。有回家探亲的，也有外出旅游的，国庆假期呢是出游的高峰，在不少景区啊，仍有许多不文明现象发生。山西榆林独特的丹霞地貌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可是有不少游客在游览时踩踏岩体，在岩体上面刻字，对自然奇观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在陕西，但实际上现状就是游客还是屡禁不止。我们希望游客要爱护大自然，更要爱护这片大自然的遗产。对于旅游的不文明现象，我们一定要说不。国庆假期，北京动物园里游人众多，个别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就让一位阿姨发话了，来看一下。这一天来十几万人，你还让不让我活？啥都学你这样。阿姨，这么多孩子看你呢，就这个榜样。你还以为你爱进入动物园。在购票处就有醒目的几个大字，文明游园从我做起，关爱动物请勿投喂。尽管如此，随意投喂食物的现象屡禁不止，恐怕这不是怕动物饿着，而是以牺牲动物的健康为代价，满足众游客的乐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喂了一小点儿，没什么，但是就像这位阿姨说的，每天有几万甚至数十万人累计起来，动物的健康有谁关注过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带着孩子在路上，大人在做，孩子在学，肆意攀爬，任意踩踏，视公园规定于不顾，如此任性妄为，孩子想必看在眼里。为了做好孩子的榜样，文明游园也需从每一位家长开始。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警示的条幅呢就在那儿挂着，可是很多人视而不见。
究竟是没看见还是不想看啊？当事人扪心自问吧。其实也许只有让违规者付出足够的代价，才能够让文明畅行无阻。说到假期出游呢，很多人都喜欢在出游之前啊，先看一些网上的攻略。那有些地方呢是可以借鉴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旅游地点都可以依赖攻略。今年的10月4日呢，在云南的玉龙县，一名大二的学生啊，就看了网上的旅游攻略之后，准备自己去爬玉龙雪山。没想到在去的途中下起了小雨，并且呢山上还起了雾，人被困在了海拔3639米的悬崖上。日前，一男子私自爬上了玉龙雪山，下雨后被困高3639.2米的悬崖处。该名男子向当地报警求救。起雾了，兄弟们好辛苦啊！我们已经找到这只走失的小绵羊，现在的话，让它先活动一下，因为冻了一晚上。据了解，被困男子是名大二学生，他称是照搬互联网攻略，试图徒步登顶玉龙雪山。当天晚上19点，该名男子到达玉龙雪山流沙坡上方的悬崖位置时，天空下起了小雨，迅速袭来的山雾将他包围。吾日晚，逐渐恢复体力的被困男子被安全带下山。假期外出游玩，放松身心很好，但不管选择何种方式出游，千万不能忘记的呢就是安全。在安徽省某地呢，四名大学生进山游玩的时候啊，因为天色渐暗，在林里面就迷路了。附近的村民得知情况之后呢，迅速和当地的消防部门取得联系，并在深夜里一起进山寻找。由于夜色已深，山中能见度较低，又不知四名学生的具体位置，救援人员决定围绕着四人最后出现的地点飞旗寨为中心，对附近山林展开搜救。注意点，听到了，听到了。最终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后，凌晨10分，救援人员在飞旗寨附近的深山当中发现了四名学生的踪迹。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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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不要急。你再接我俩手。随后，四名被困学生被依次救出，并被安全送回家中。据了解，这四名大学生是岳西县本地人，当天下午2点多进山游玩，随着夜幕降临，四名学生逐渐失去了方向，导致迷路，被困深山之中。今日下午，四川达州市某路段的一人行道路面发生塌陷，面积约10平方米，有路人不幸掉入塌陷区域。当地有关部门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救援。昨天凌晨，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女性被困人员，并紧急送医，但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昨天上午，救援人员再次发现了一名男性被困人员，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现场的搜救作业范围不断扩大，救援工作仍在全力进行。据事发路段附近的监控画面和走访周边群众，救援人员初步判断，发生塌陷瞬间，疑似有3女1男共4名路人不幸掉入塌陷区域，陷落面积约10平方米。到现场的时候，这个塌方的大概有2米多宽，也有2米多深，是一个小坍塌。但后面到现场正在救援的过程中，发生了第二次坍塌，又给下沉了2米。这个我们的消防员在救援的过程中，立即进行疏散。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救援过程中发生了2次塌陷，所幸两名救援人员系有安全绳，在塌陷瞬间被迅速救上来，并无大碍。随后，救援人员紧急对塌陷坑口周围树木、广告牌等物体进行移除，并调集挖掘机对坑口周围出现松动、有继续塌陷危险的部位进行挖掘清理。但该塌陷区域的管网错综复杂，增加了救援难度。从这个地面上的我们挖出来的情况看，高压线2根。还有弱电，还有天然气管道，这个呈十字形交叉，所以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救援的过程中，一直处于边塌方边救援，所以说我们随时进行警戒和保护自己，采取机械和手薄的形式进行抢救我们的被困人员。前不久，在四川省乐山市的一栋居民楼内突然发生了火情，现场不断的有黑烟从屋内飘出。可是接下来的一幕让众人看呆了，就在大家急忙报警的时候呢，一个黑影3下2下徒手爬上3楼翻窗救火。
据了解，画面中身手敏捷的黑衣人是南京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龙虎突击大队民警李小龙。事发时正在休假的李小龙刚好在附近吃饭，发现情况后立即上前采取措施。据当事者朱先生口述，他因出门打牌忘记关煤气灶，导致了此次火警的发生。特警突击队员李小龙在大门紧闭无法打开的情况下急中生智，从居民楼外的天然气管道攀爬至三楼，并从窗台翻进室内，及时将火扑灭。正好我是探亲，在家里面就是正好在旁边的面馆吃面，吃面呢就听到当时有人讲是起火了，那么顺着那个燃气管道可以爬上去，然后我就从那个窗顺着那个管道一直往上爬，爬过去，然后正好他那里有一个他那个排气扇旁边有一个小一点窗户，从那里翻进去的，进去给他把气给他断掉，给他灭火，然后给他把他的那些烧坏的锅什么的给他搬走，开窗透气，就有一个小狗吧也是快熏得受不了了，然后给他把家里面这些险情给他排除掉之后，然后就走了嘛。由于采取措施及时得当，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房主当场向特警李小龙表达了感谢。该出手时就出手，感谢这位特警。同样要感谢呢，还有下面的民警。前不久，在四川甘孜丹巴县境内一处路段，一辆皮卡车因驾驶不慎坠入到河中，当地的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当时皮卡车被卡在河中间的两块石头之间，民警赶到时，司机已经砸开车窗涉水到河对岸等待救援。当天还在下雨，被困司机正处在滚石滑坡地段，随时有被落下的滚石砸中的危险。民警先拉起钢绳涉水过河，尝试用绳子将司机拉回岸边。我们过去准备用钢绳拴着去把他拉过来嘛，因为把钢绳拴不稳了，我要把他放脱了就不得行。随后民警就地找来一块木板，搭起一座临时小桥，并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将被困司机营救过河。司机表示，当时有车辆从后方超车，他一时操作不当不慎坠河。据了解，车上除司机外并无其他人员，被困司机被送往医院救治后身体并无大碍，坠河车辆随后也被打捞上岸。日前，在福建福州一个海域，一艘渔船上的一名渔民突然昏迷，情况危急。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立即派出了直升机前往目标海域救援。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救援人员发现求救渔船。在指导渔船保持稳定的航速和航向后，救援人员成功降至渔船甲板。随后，救援人员分别用担架和救援套将昏迷渔民及一名陪同船员调运至机舱。头朝那边，头朝那边。啊，对。当天上午7:30左右，直升机机组安全将昏迷渔民及陪同船员送至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这名渔民是因中风才突然昏迷，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最近，中山的一家车行因为一段视频火爆全国，起因呢是网上传言说，广东中山的一对情侣为了拍抖音视频，用3个8万的麻将牌去马自达 4S 店买车，结果被工作人员围殴。这件事呢，在朋友圈里传的是沸沸扬扬。那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从这段视频可以看到，近10名身穿白色衬衣的人围着一男一女拳打脚踢，女子被打倒在地，男子也是衣衫不整，整个场面非常混乱。有所谓的知情者发朋友圈，说是因为有情侣为了拍抖音去中山马自达 4S 店说要买车，但是当业务员申请了优惠价格并且办好手续准备付款时，这对情侣拿出了3个麻将牌8万，结果被围殴。随后这段视频被各大网络平台转发，事件不断发酵，让中山马自达 4S 店火爆全国。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记者来到了位于中山白沙湾的一间马自达 4S 店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说，这件事儿非常的荒谬，因为从视频中展位的布置来看，明显和中山马自达无关。全国马自达统一以黑色为展台主色，并且展出的车辆大多是红色，而视频中呈现出来的与这点不符。另外一个破绽就是服装。
视频里面最大的破绽就是工作服这一块。现在在我身边站的这一位就是中山马自达 4S 店的工作人员，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服是灰色的，而视频里面的人穿着是白色的，他们的领带是黑色的，而视频里面的人是蓝色的花领带。这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全中山的马自达 4S 店的工作人员服装都是统一的，所以可以断定视频里面这些打人的人并不是他们的工作人员。那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在中山发生的呢？随后记者又去到中山博览中心，因为据网上的信息，打人事件发生在车展现场，而博览中心刚好在10月1号到4号举办个车展，不过保安说车展期间治安良好。国庆车展四天期间都没有发生什么打人事件、是吧？没有，您全程都在这里。对对对，就上厕所是圆的呢、哪有这个啊。中山马自达方面透露，目前他们正在积极调查这件事儿。同时记者了解到，中山暂时没有收到相关警情，具体情况仍在了解中。很快就有人出来澄清辟谣了。10月6号下午，广东省中山警方回应称，该视频的拍摄地点并非在中山，是谣言。10月6号深夜，武汉市汉江区警方发布消息称，10月3号中午1点多，一对母子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某车辆经销商展位办理定金退还手续时，因为还款方式未达成一致，与展位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引起肢体冲突，目前已调解处理。不信谣，不传谣。今年的国庆期间呢，浙江的杨女士在微信朋友圈自述了一件怪事哈，平放在桌上的充电的苹果手机竟然自动打开了携程 APP 浏览，还订了一间总统套房。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是有人在远程遥控她的手机，她怀疑是自己买的这个山寨的充电器和充电线有猫腻。这是杨女士的朋友的手机记录下的视频，正在充电的手机就像抽风似的自己跳转，自动打开并运行着一些程序。根据杨女士的朋友圈的自述，10月5号晚上的11点左右，正在充电的手机竟然自动的进入携程 APP 浏览页面，并下单订了一间10000多元的总统套房。事情如此诡异，杨女士怀疑自己购买的山寨充电器被植入了非法软件。多位通讯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杨女士的手机究竟遭遇了什么，需要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并分析。从技术上来看，利用充电设备安装恶意软件不是不可能。现在充电宝它很多充电宝只是就是说有一个外壳嘛，但是外壳的里面的话，往往就是说它不单单是充电宝的电池本身，可能它内部有一些芯片啊，或有一些甚至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在里面都有可能。有手机配件销售商表示，三无充电宝和充电器暗藏黑客技术，只是听说过并没有亲眼见到过。不过售卖这样的产品本身就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犯罪分子喜欢穿这些东西，才会在马路边卖这些东西给你。一般的就是火车站上的嘛，移动电源他就要你的程序嘛，就说给你乱下载，给你推广乱七八糟的。对，盗你的信息啊。对于此事呢，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收到过类似的投诉，接下来他们会关注这个案例，组织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争取弄清真伪或工作原理。一旦确认有企业生产类似的产品，他们会第一时间发布警示，并根据相关的规定来查处。说起偏方啊，总有人迷信偏方，甚至呢有人不惜拿自己的孩子去冒这个险。最近湖北襄阳的一对夫妻为了治儿子的闹夜就是晚上不睡觉经常闹，竟然听信了土方给刚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孩子扎针，这肚皮上布满了40多个针眼，结果孩子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湖北襄阳的一对夫妻为了治儿子闹夜听信偏方给他扎针，结果把出生50天的儿子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孩子的脐部、口角周围布满40多个针眼，经过5天的治疗，情况才有所好转。看着病床上的儿子，夫妻俩懊悔不已。医生提示，婴儿闹夜和缺乏维生素 D 有关，绝对不可以贸然使用偏方。经常一般3个小时左右，喂奶或者哺乳之后，他能够安静的入睡2到3个小时，就是说明这个睡眠是比较。正常的，你喂了之后很快1个小时左右他就醒了，要吃或者说需要抚慰，这时候就考虑他的睡眠。
各种细菌病毒都会入侵。怎么对自己的孩子下那么狠的手，还是要遵从医嘱。再来看看暖心的现场，前不久呢，在广西百色火车站呢，一名孕妇在出站的时候出现了状况，即将临盆，紧急时刻铁路的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迅速为其搭建起了临时产房，孕妇顺利地产下了一名女婴，目前母女平安。监控画面显示，当天12点多钟，一名孕妇在其家人的搀扶下乘坐电梯准备出站，刚下电梯，孕妇身体突发异常，无法行走。得知这一情况后，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赶往现场。有没有现场这里的妇女工作人员？真的是好。工作人员发现孕妇有要生产的预兆，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随后民警用隔离带拉出一条警戒线，疏散了周围旅客，搭建起了一个临时产房。继续绑了一下，再绑了那个手机绑了一下呗。没过多久，这名孕妇顺利产下了一名女婴。随后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将二人送往医院，目前母女平安。据了解，当天小两口乘车准备到百色市的医院做产前检查，没想到还没出站就出了状况。真的要感谢这些工作人员，孩子的哭声让人很感动。近日，广州的出租车司机佘先生呢，在收工核对账单的时候，发现多了一笔30000多元的收款记录，于是赶紧上报给公司，希望通过各方的力量找到乘客，把钱归还给乘客。当天0点左右，出租车司机佘师傅接到一位男乘客，短短一段车程，在乘客扫码支付车费的时候，佘师傅发现这位乘客的状态不太对劲。一般扫码以后，这样扫了以后呢，拿码上以后呢，就付款。他是这样扫的，我说完了，他喝多了，然后搞得差不多有3-4分钟。当天司机佘师傅收工之后看账单，发现乘客用扫码支付了2笔钱，第一笔竟然有32080元。第二笔才是车费18元。一看那么多钱，我确实就想立马给他转过去，可是转不了，心里确实很忐忑的，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由于支付的隐私保护规则，佘师傅没办法通过转账记录直接联系上失主，于是他第一时间上报给公司，急寻这位失主，最终联系上了这位乘客。乘客顾先生来到出租车公司，佘师傅当面将30000多块钱转了回去。原来乘客顾先生是在朋友聚会时喝多了，操作失误把钱转了过去，直到酒醒之后，顾先生发现自己少了笔钱，翻查转账记录才知道自己转错了金额。联系银行，银行说这个是你自己转出去的，就是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可能都没有这位师傅找我找的积极，心底很触动。原来是喝多了，多亏遇到了好心的司机。近日，在陕西汉中佛坪县的一个村里呢，出现了马与野生大熊猫狭路相逢的有趣一幕，来看一下。当时，村民牵着马前往保护区里的一处配电站运送建材，当走到一条狭小的山路时，意外与一只野生大熊猫相遇。村民赶紧将马儿叫住，只见这只野生大熊猫缓缓朝他们走来。当双方的距离仅有5米左右时，马儿想要继续向前走，大熊猫忽然冲了过来。熊猫嘛，不是把马都撵了一阵嘛，撵了大概有1米远吧，然后马把熊猫看了哈，最后我也倒退过来。随后大熊猫第二次朝村民和马儿冲了过来，马儿却不慌不忙，不再理会大熊猫，并开始在四周啃食树叶。无趣的大熊猫只好坐在地下注视了他们一会儿，转身离去。新闻导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未来3天将有新的冷空气补充南下，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冷的一天。同时呢，西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雨雪，需要防范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最近几天受到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多地出现大风降温，气温纷纷降到了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中央气象台预计还将有新的冷空气补充南下，给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中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带来4到6级偏北风，气温也将下降4到6摄氏度。在冷空气的接连打压下，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气温会持续偏低，像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最高气温仅有16-17度左右，将迎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冷的一天。而太原、银川、西宁等地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0摄氏度或以下。
随着冷空气向南扩散以及雨水天气增多，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也将在十号前后陆续下滑，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同时青藏高原及西南、华南地区也多阴雨雪。其中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国庆节后仍有不少人返程，需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来看省内的总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有小雨。今天我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为12到14度，气温比较低，市民要做好保暖。健康方面的消息，昨天是全国高血压日，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显示呢，全国高血压患者大约有2.7亿，每年与高血压有关的死亡人数达200万例。高血压是引发心脑血管和肾脏病变的主要危险因素，可导致脑中风、心肌梗死和肾功能衰竭。部分高血压患者早期没有症状，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出现头晕头疼。专家提醒，即使是轻度高血压也要进行相关检查，如果没有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可先采用生活方式干预，观察2到3个月，如果血压降到正常，就暂时不用药物治疗。尤其是对血压不是很高，生活方式改善非常重要啊，清淡饮食、戒烟、限酒，还有适当运动。有一部分高血压病根本不需要吃药，它就能够降到正常。临床研究表明，限盐可降低血压，运动有利于改善糖脂代谢，降低血压。坚持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大约可降低收缩压4至9毫米汞柱。专家建议，如果通过生活方式干预2到3个月，血压仍降不到正常，或者血压升高的同时伴有心脏肥大、肾功能减退或者动脉粥样硬化等症状，就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一旦确诊是高血压，原则上应该要长期终身服药，不主张高血压的病人啊在中途停药，即便是可能血压你绝对正常了，但是我们一定要通过医生严密监测，因为血压它不能波动。随着天气转凉呢，近段时间各大医院的耳鼻喉门诊的接诊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明显增多了，医生建议患了过敏性鼻炎查清过敏源是关键。记者前往北京首大眼耳鼻喉医院时，医生表示，近段时间前来问诊的鼻炎患者比往常出现了大幅增长。今年过敏性鼻炎发病率特别高，而且呢普遍呢症状偏重，很多患者呢都出现了哮喘的症状。就是这两天觉得这个鼻痒痒，然后还流鼻涕，眼睛还淌眼泪，然后还不太通，这个鼻子也不太通气。跟李女士一样，许多人在这个季节鼻子都会出现流鼻涕、鼻子痒、鼻塞、连续打喷嚏等症状，严重的时候无法休息。一些患者以为是着凉，随便吃点感冒药了事，其实这样的忽视已经给自身健康埋下了隐患。如果不能及时接受正规治疗，症状会逐渐加重，是哮喘、慢阻肺、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源头性疾病。同时它还与胃食管反流、支气管扩张、睡眠暂停和打鼾等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相关联。如果说没有这个及时的用药治疗的话，它是一个持续加重的一个过程。医生建议，在治疗时首先应该查清过敏源，对于已明确的过敏源，患者应采取避开、替代、移除、忌口4种方式来克服，同时还可做脱敏治疗，使人体产生对该过敏源耐受的疗法，使患者获得长期的症状改善。如果局限在流涕、鼻痒以及鼻腔里的一些症状，可以用鼻喷的药物。如果伴有眼部症状，眼睛痒、流眼泪、嗓子干痒发涩，还有其他的鼻部症状，就可以将鼻喷、口服药物以及眼药水一起使用。4日，一艘载有4名的在当地从事矿业工作的中国公民和一名中非青年的船只，在中非共和国西南部城市的某河上发生了倾覆，4名中国公民幸存，中非青年失踪。幸存的中国公民在配合调查时遭到了当地一伙暴徒的袭击，导致3名中国公民死亡，1人重伤。中非共和国7日说，目前此案已经有12名嫌犯落网。
7号，中非共和国内政公安部长旺泽宣布，截至当天，共有12名嫌犯被逮捕并押运至西南城市贝贝拉蒂展开审讯，抓捕行动和司法调查还将继续。目前，遇害的3名中国公民的遗体已经被转移到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受重伤的中国公民被转移到乌干达接受救治。中非政府还向涉事矿区派遣警力，将查找到的58名中国公民统一安置到安全形势稳定的地点。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和中非政府代表8号赴贝贝拉蒂看望并慰问这58名中国公民。近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围绕网络战话题交锋不断。英国媒体日前援引高级安全人员的话报道称，英国军方正在针对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模拟演习。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要求英国方面作出解释。据英国媒体报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高级安全人员透露，英国军方正在针对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模拟演习。这项演习模拟的场景是，俄罗斯可能会为了石油利益干预利比亚事务，攻击英国航母，并在欧洲引发新一轮难民危机。该安全人员称，英国军方在经过研究后认为，这种假设情况一旦发生，网络攻击是针对俄罗斯最行之有效的手段。该安全人员称，网络攻击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段告诉俄罗斯，他们正在做一些不正确的事。据近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针对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要求英国政府澄清立场。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表示，俄罗斯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指控以及演习中计划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展开的网络攻击表示担忧。此前，美国、英国等多个西方国家曾指责俄罗斯对外发动网络攻击，俄罗斯方面则反驳说，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为继续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制造借口。本月4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7名俄罗斯军方情报官员，称他们发起了一系列网络攻击。当天早些时候，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加拿大也指认俄方发起网络攻击。面对西方国家的围攻，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西方国家的间谍妄想症越来越严重，美方所作所为是刻意在核大国之间制造紧张。四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加拿大等国分别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对外发动网络攻击。这些国家分别指称，俄罗斯黑客攻击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网络攻击民主党选举委员会等。美国司法部当天还称，起诉7名其认为参与了网络攻击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等机构的俄罗斯军官。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西方国家企图以此来诋毁俄罗斯，这是一种间谍妄想症。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西方舆论继续炒作关于俄罗斯黑客的虚假信息，继续欺骗西方社会和全世界，这无非是为继续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制造借口。美国继续发表破坏俄美关系的论调，不断对俄提出新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加剧俄美紧张关系，这对两个核大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美国硅谷一家初创企业打造的一家机器人农场，来看一下。这里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卡洛斯，硅谷一家名为铁公牛的初创公司正在这里测试机器人农场。在这个新型农场中看不到人类劳作，体力活是由这个名叫安格斯、重约450公斤的运送机器人完成的。他要将种有水培蔬菜的托盘运送到指定地点。安格斯安装有万向轮，借助传感器和摄像头可以在地面灵活移动。水培托盘就位后，就要靠机械臂忙活了。他要检查每个种植蔬菜的生长情况，再根据需要进行疏植，放入空间更大的托盘内。亚历山大在加州圣卡洛斯开设了第一家室内机器人农场，目前已有旧金山湾区的一家酒店有意购买。当地时间10月5日，英国涂鸦大师班克斯的作品《气球女孩》在拍卖会上以104万英镑的高价成交。然而，接下来令人意想不到、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落锤的一刻也是画作自毁的开始。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涂鸦大师班克斯的作品《气球女孩》作为压轴卖品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亮相。一位神秘英国买家通过电话竞拍的方式，以104万英镑的高价拍下了这件作品。
不过就在落锤的那一刻，隐藏在画框底边的碎纸机突然启动，气球女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切割成了条状。班克斯本人随后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分享了这一时刻，并附文：没了，没了，没有了。但他并未对此事做出解释。苏富比表示，这个画框是班克斯自己挑选的，拍卖行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目前正在与买家进行协商。而外界认为，有了这件意外，被毁掉的气球女孩的价值可能会不降反升。体育方面，昨天美职篮中国赛移师深圳，独行侠复仇成功，以115-112击败76人。中场前3分53秒，丁彦雨航走上罚球线，两罚一中，多得一分，这也是丁彦雨航在 NBA 季前赛的第一分。昨天2018年世界女排锦标赛复赛次轮争夺全面展开，对阵拉伊莫娃领衔的阿塞拜疆，中国女排彰显了集体优势，攻篮全面占优，3-0横扫对手，赢得复赛两连胜。本场比赛中，中国的副攻袁心玉斩获了17分，荣膺得分王。10月10日，中国女排将在复赛第三轮挑战尚无败绩的卫冕冠军美国。昨天2018年永川四国赛第三轮比赛继续进行，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与泰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交手。第4分钟，李颖在泰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的禁区内左侧起脚攻门得手。第16分钟，任桂欣在泰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禁区外吊射破门。最终，中国女足2-0战胜泰国女足，夺得冠军。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阵雨，13到20摄氏度。白城多云，12到1度。松原晴，13到2度。四平晴转小雨，14到-1度。辽源晴转小雨，14到-1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3到3度。通化小雨，14到1度。白山小雨转雨夹雪，13到-1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4到5度。长白山小雨转雨夹雪，13到0度。长春多云转阵雨，13到2度。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精美图书等奖品，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线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观众朋友，再见。